定价格非常让居民满意。那所有的产销调节到位之后，学校午餐的使用我们石斑鱼的食材，我们会尽快让九个县市在这个月来吃到石斑。那原则啊，让我们这样的一个3600多所学校的180万学童都可以来吃到石斑鱼。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。